第一次做解说，紧张吗？说实话，有一点点。我不紧张，因为我知道冠军肯定是我们的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哎，你要知道，我们 SP 也是制定好了决胜战术的。在强大的个人实力面前，战术根本就不值一提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冠军花落谁家还不知道呢。一定是 KK 的。小白，你知道吗？想知道一个人有多么的强大，做他的对手是最直接的。那爱情小姐对你对面这个对手还满意吗？冠军路上能跟你并肩作战，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戴帽子了？因为我想，以后每一场你解说的比赛，都能够亲自为我加冕。爱奇艺 Chillax 里榜，我的地档的在。